我好像没看过那本小说，来把体力用一用啊。 虚构6万分了没？还没。阿伯还没升上去。但我先练阳书啊，虚构完全不及的。我以为你要玩那个上上下下游戏。我要去打混沌了。上面不行，下面不行，上面不行，下面不行。 不好说，想打就能行。怎么收拾他，全看我心情。凉快凉快，拿出魄力来。好孩子。 应该来得及吧？为了守护，你要来得及打这一期的。机会他们。这么大的钻石，我才刚打完机器人。好啊，打机器人还不开实况。以此为据，你我都无法反悔。以此为据。 你我都无法反悔，还想继续自讨苦吃。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新意的 UID， 上次不是有看到吗？这颗有点悬呢。 那下面那三条很猛哎。说到做到。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以此为据，你我都无法反悔。谁是食言的坏孩子？ 大家记得宰永劫无间呐、啊！明天永劫无间要开秀了。这么大的钻石，明天我要特别去雅服，还想继续自讨苦吃。操作一下。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哦。 可以，这个其实还行，但我不知道机子火伤提高还是攻击提高比较好，最好还是要有爆率啊。机子跟黑塔是要吃属性伤还是一般伤啊？ 让我多待会儿吧，用这副身体。哎，丁宇，你打完那边就有流光一体了，赶快去打流光一体，快结束了。流光一体，干嘛？这个啊。 混沌回忆流光一体呢，就在你的车上啊，应该已经出现了吧？你要进入忘却之庭吗？忘却之庭。哇！剩10天，来加减看剧情。剧情是一定要看的。玩铁道不看剧情是怎样？ 我看一下，这样组队感觉
没有太大问题吧？嗯，等待需要黑塔，感觉都可以带个杨叔了，会赢吗？会赢哦。没事啊，到仙州再开始看剧情也可以啊。我来打头阵。他前面说不定剧情也有加减看过了。先上特三。星雀可以选攻击球。星雀竟然是选攻击球。拿出真本事了。都给我站好了。放我过来。母音不胜，哎呀，知道我是神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乱真真如可知罪。又想被揍了，生朋友们请享用吧。母音不胜，走近点让我瞧瞧。别客气，这都我请，公平决斗，赏你们。范真真和你们赏你喽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人有五名，哭啊，怎么站起来了？心脏，看什么看？啊，被这狗叫起来了！又想被揍了？诚实我入魔必诛！母音不胜，吸个伤害。我猜这不是免费的吧？放我过来！仙豆支线，仙豆支线不错啊，我喜欢仙豆支线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乱真真。还有抓鬼小队可以解。母音不胜，何不早降？排队来之前，公平决斗。时间分帮。可你们各式各样的就没道理可讲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金人像还好，走近点让我瞧瞧。金人像我觉得难度有点太低了。来一口，我猜这不是免费的吧？来一口。仙气长存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！抓鬼的故事，我觉得写的挺好的。看什么看？母音不胜，时辰已至。哎呀呀！乃神智，让他又怎么啦？兄弟，怎么二连动啊？元神，你怎么啦？中后有提示，我是没开提示啦，但也是蛮简单的。啊，这区怎么？他们怎么那么难打？根本就不怕物理啊！被骗了是不是？上下交换一下啦，
OK 啦，这样稳稳的啦。该养书了，敬请期待。没人怕光啊！要雨露均沾哦。燃尽了。火鹰四星，启动。开盘，开啊，开啊！三星，三星是20个回合吗？考验默契的时候。好梦成真。都五星，铁道真的是给超多，超级多。进攻。气氛已经烘，可以开场。飞，使尽一切，燃烧殆尽，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这不只是一场战，为生而战。无选全，随便打元神。战斗是一场设计，有嘎啦嘎啦，理论上就已经不怕有逃不掉的。点燃星海，即兴表演，嗨，仔细的修理修理，就让你们看。这课跟很多五行之间是没有关联的，绝佳配合。火影四星，其实我有课之后也就多了一只而已、啊、就多了一只翡翠，就昨天课了一只翡翠了。为生而战，点燃星海，保持步调一致。气氛已经烘，可以开场。昨天茶霸抖了一单呢、啊。我来治治你。嘿！加入战场，加入战场，逃不掉的。飞，使尽一切，燃烧殆尽。惊人怎么打？怎么惊人怎么打？为生而战。我想。你可能惊人就是用普通打，你不要惊扰到他，他就不会打你了。哎，那还有龙尊，点燃星海，龙尊本来就有，逃不掉的。节奏乱了，好梦成真。不选哦，先来后到啊，先来后到，你懂吗？绝佳配合，他这个是得排在杨叔后面的。火影四行已就为生而战，召唤御案，各就各位，即兴表演，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。给他一拳，机械拳、哦，绝佳配合。就让你们这加水卖的什么呀？收到支援。银子如果来了。哎，如果刚好手上是银子的资源，那可能就先垫他。还是老样子，也是要看一下手头的资源长怎么样。救命啊！
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起跑！嗨！小声！我的流萤没有办法变身啊！保持步调一致，好梦成真，逃不掉的。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，开始清扫，进攻，飞，矢志一现，燃烧殆尽。点燃星海，火云四行已就位。有僵尸啊，其实也不慌啊。哎，点燃星海，都不踢猪啊，那个猪锁弱点啊，踹不死啊。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啊。不讲武德，偷打白鹿，要雨露均沾哦。燃尽了，火萤四行启动。白鹿是最早到的。先练白鹿很正常吧。即兴表演。桑已就位。起跑。矢志一现，燃烧殆尽。尾声而战。逃不掉的。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。buff 一直被妻子吃掉，感觉蛮亏的。仔细的修理修理。胆子挺大呀！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比妻子还少血，他身为一个捕尸，有这样的血已经算点燃星海，不错。好梦成真。尾声而战，点燃星海。仪器都加零，至少都加九啊！即兴表演，我要当急破狼。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。你要当急破狼，加入战场。我在隔壁已经养好急破狼了。谢谢斗内，虽然我不知道斗内影片为什么都出不来。等等，再去问一下魔师。你病得不轻。收到支援，进攻。这样如果没有人杀这个小猪猪的话，逃不掉，归谁啊？飞，矢志一现，燃烧殆尽，尾声而战。我想你可能人类从不掩饰，所以没问了。他跟我说就用这个王子就可以了。这不只是但我用了之后点燃星海，那就赶快了，逃不掉的。
节奏乱了。我来治治你。让我来治治你。你修理修理。先处理元神。各就各位。好梦成真。灯仙女传。萨姆已就位。萨姆，准备开始补刀。你病得不轻，嘿，就让你们整葫芦里，卖的什么呀？绝佳配合，战斗是一场试。气氛已经烘托，合眼开场，保持步调一致，即兴表演，逃不掉的。开始清扫。我想说那个时候就跟软梅比较没有缘分了，可惜啊。我也蛮喜欢软梅的。你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竟然可以创造出繁育的令史。气爆！花的回合数好多啊！你刚多花了一个回合。加入战场，进攻。非抵制一切。燃烧殆尽，尾声而战，逃不掉的。这不只是一场战役，点燃星海，为尾声而战。我管，仔细的修理修理。此乃神家。点燃星海，这一代基础蛮正常的吧？啊，这去怕火、啊。升个配置。上膛。瞧着点。快点！拿出真本事吧。调剂下。我猜这不是免费的吧？升不到火。切。放马过来！干吃吃！排队来吃枪子了，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生命，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！公平决斗，公平决斗！母婴不胜，就这点水平没劫呢。如可知罪。又想被揍了。波提欧，你能不能不装子弹就把他打死？还是得子弹上膛了。放马过来，少女们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。公平决斗，时间到。范春春，和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看什么看？时辰已至，入魔必诛。母婴不胜。幽灵击破队的伤害会少，还好啦。快不了。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幽灵缺那点伤害吗？不用管我，都给我完了！电视机，放马过来，少女们。
平绝道，魔音不胜。哎呀，如可知罪。哎呀，人护身，哎对，切不能，又想被揍了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断开连接，时间到，可你们已经没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怎么没吃饭？就这点水平，来一口。我猜这不是免费的吧？哎，怪怪怪怪，中招了。那就我看一下，上半冰落，黑塔为什么你不去上路？还有风落呢？下半物理加火。没有个 AOE 的火很麻烦啊，就一个嘎啦嘎啦。二阶有个讨厌的电视机。这里如果可以上这个单痕就好了。敬请期待。升个配置要雨露均沾哦。火鹰四星启动，你欺负我，考验默契的时候，即兴表演。起爆，矢志一切燃烧殆尽，为生而战。要是丹痕在场哦，事情真的就不一样。合眼开场，点燃星海。你不行，呀，你病得不轻，嘿。为生而战。好梦成真，我马上跟上。知道我是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，我来治治你。不不，绝佳配合，这不只是一场战役。点燃星海，开转。怎么黑塔来上了？上半冰落啊！我会为生而战。火影四行已就位，点燃星海。这不只是一场战役，为生而战。气氛已经烘托，合眼开场。上半冰落要怎么没有黑塔？即兴表演。你不行。火云四行已就位，点燃星海。站长啊，我站长也很多命嘞。其实要上个站长，好像也不是不行。买的什么呀？站长是拉几速啊？40%速啊。好梦成真。经验书哦，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。哎呀，经验书可以买啊！进攻！哎，僵尸启动！我还能抢救下。上。重返战场，萨姆即兴表演，重新启动。
这一切燃烧殆尽，尾声而战，乱真真点燃星海，切换预案，还有什么看？哎呀，知道我是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红斜角哦，你说御空哦？你不行，啊，你御空暂时没有考虑到点。尾声而战，都是光属性，我的选择是杨叔。要拿他练个手吗？上膛，燃尽，瞧着点。没吃饭？哦，有啊，我有同血的停云呢、啊。来一口。我猜这不是免费的吧？我停云其实还练得蛮多的。公平决斗，排队来吃枪子了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！和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赏你们，逃不掉的。站长哦，站长有机会。就这一点水平，没钱呢。战斗是一场设计。如可知罪。站长确实没有机会上场。小声。小技巧。非常感谢。解个状态。公平决斗，时间到。魔音不胜。和你们已经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感觉这个不是顺手 A O E 刮掉的话，赏你们，有点亏。时辰已至，诚实王室，入魔必诛。魔音不胜，逃不掉的，为你准备的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雪衣哦，雪衣，万能。你说啊，这就是一个超级万能。公平决斗，时间到，都给我站好了，放我过来。来一口，运动机注意复原。战斗是一场设计。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这个电视马上就会动起来哦。没吃饭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没钱呢，排队来吃枪子了。都给我站好了，公平决斗，赏你了。逃不掉的，魔音不胜。和你们已经没斗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何不早想？仔细的修理修理。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嘟嘟嘟嘟。
何不早降？稳了啦！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诚实王室，入魔必诛。随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酒杯哥处理克拉拉，这东西是拿来杀克拉拉的。你看，又有电池了，又有人可以升级了。在想杨树要不要70拉到80，欸，吃的资源好多，哦，那先把阿伯拉到70。哦哦哦哦，要这个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要。新手破完主线要去刷装了吗？你就可以，也可以不刷，你就可以就挂着等下一期的主线了。你要进入忘却之庭吗？或者去解支线啊，通常都是去看剧情吧，就是那个同行任务，看每一个人的剧情。我这边还剩四个同行剧情，都有全语音，蛮好看的，还有星穹可以拿。你要进入忘却之庭吗？仪器那些不用去理啦，我也没特别处理，这混沌也是随便打嘛。上半冰火，下半长这样，啊，这是怎么打？啊，怎么没有物理弱点？下半雷落，第十层不好处理，欸，机子去楼上了，楼下交给我们超级破队。下半还会锁落点哦，下半还会锁落点哦。升个配置，要雨露均沾哦。燃尽，火鹰四星启动。目标出现，各单位警戒。起爆！飞机致一切，燃烧殆尽，尾声而战。没装备，等级关卡有点难。什么等级关卡？这不只是一场战役，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你都打混沌那些难哦。这可以不打，啊。哎呀！这你可以不要打满星啊。战斗是一场设计，你不打满星，也就是少一丢丢的石头而已。尾声而战，转圈圈，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逃不掉的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好熊看，我点燃星海。哎，他叫出来这个东西会卡住那个猪哦，猪不见了。加水，很有眼色嘛。就让你们看，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很有眼色嘛。仔细的修理修理。
逃不掉的。反击开！加入战场，进攻。这流影好像要流汤了呢。知道我是谁，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装备不好，打不痛，升不了级，就打不到更好的装。那我只能告诉你，请去打魔女宇宙。收到支援。逃不掉的。气爆！使尽一切，燃烧殆尽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百千针，点燃星海。魔女宇宙完全不吃你角色的强度。黑塔的就可以了，黑塔的也不吃角色强度。这不只是一场战役。尾声而战。火云四行给就位，点燃星海。我这里有分享一首救命黑丝袜献给大家。逃不掉的。反击开！尾声而战。六命，不知道九命还几命。逃不掉的。战斗是一场设计。点燃星海。感恩戴德吧。哎呀，我想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转圈圈，转圈圈，钻石送给你。逃不掉的。看你有点虚，嘿，就让你们这样葫芦里卖的什么样。其实也没什么打不动的、素材粉一定打得动了，素材粉要怎么打不动。尾声而战。有个丹痕在，打个素材粉捅两下就结束了。再加上你手抽的那一只，看是什么啊哥？哇，看不到这个猪的条哎，打不穿。进攻！黄金与机械哦，这就没打哎。你病得不轻。嘿，应该的难度六或八吧，不知道。完了，僵尸！重返战场。气爆！飞，使尽一切，燃烧殆尽，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尾声而战，气
夜送地无话。受到攻击。哎，对。同名气天才。火云四行已经点燃星海。不烂呢、啊，我只能说不烂呢、啊。看着有点虚。张嘴。这队怎么感觉？应该是能赢的才对啊，为什么？前方危险，升个配置，小心。怎么打这么久？要雨露均沾哦。燃尽。这从难度四以上怎么打？启动。选巡猎、虚无、记忆、欢愉都可以打。目标出现，各单位警戒，进攻。非也，矢志一切，燃烧殆尽。为生而战。这不只是一场战役。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看你的角色如何了。如果你都是一堆保命角，你就选虚无。如果你是一堆速度快的，那也是选虚无。为生而战，逃不掉的。看真真，我想你可能还不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逃不掉的。要不然你要选风老也可以啊，其实风老也是避过的，风老好像是输不了的。火云四行已就位，点燃星海。转圈圈。逃不掉的。看着有点虚。无辜啊，战斗是一场设计。大口袋怎么可以这么硬啊？加入战场，进攻。就让你们这种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非常感谢，感恩戴德吧。哎呀，绝区啊，绝区目前难度很简单啊，感觉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，都可以先随便练练吧。转圈圈，反正他也才刚开，慢慢等他的剧情。收到支援，记得修理修理。起爆！非矢志一切，燃烧殆尽，为生而战，逃不掉的。咕噜噜，失魂御案。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转一转，再转一转。文化冲击，你病得不轻。无辜啊，很有眼色嘛，就让你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非常感谢。为什么打的好像比刚刚还慢？错错错，我一次为生而战。刚不是二十四回合要打完了吗？
不是，我觉得点燃星海，看他剧情也是爆发一波。他那个剧情就得看这个黑手写的怎么样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看看这个空洞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我想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反击中。应该还要一阵，看着有点虚。张嘴，无邪。火云四行已就位，为生而战。先狠狠的处理这个元神。有人要变回来喽，萨姆！刚开始就想看到结局，也还要吧。不过一手可以先出来啊，已就位，然后再去空洞的更深处看看呢。飞，吃尽一切，燃烧殆尽。点燃星海，马卡巴卡，为生而战。短春春，他会晕啊！你病得不轻。战斗是一场胜利，我会继续战斗。巴卡巴卡，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怎么说？就让你们看见葫芦里卖的什么样。谢谢，我会继续战斗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完了，猪的位置又被吃掉了，亏啊！哎呀，逃不掉的，逃不掉的。转圈圈，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我会为自己夺得胜利。为生而战，咕噜噜，我来治治你。嘿，仔细的修理修理。哼，又太重了。巴卡巴卡，快要上西天喽！进攻，快撑撑！飞，吃尽一切，燃烧殆尽。点燃星海，感恩戴德吧。绝区哦，绝区刚打完呢、啊。哎呀，知道我是谁？这么大的钻石，今天要来继续绝区的主线，逃不掉的。明天应该就可以把主线给冲完。哎呦，720度考核是怎么着啊？我还能抢救下，没有退路，只能向前。逃不掉的，我会为自己夺得，为生而战。神王等级要到34、36，可以啦，跟着剧情走一定可以。点燃星海，转圈圈，火云四行已就位，为生而战。我们进度都已经慢很多天了，
那一定又更可以了。张嘴！非常感谢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的。敬请期待。上膛。没有任何害怕的属性，冰电光是怎样？拿出真本事吧！冰电光，好梦成真。雪玉来这里干嘛的？这太浪了，时辰已至，还能来干嘛？来打伤害啊！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小迹象，运动击筑已破，生命出，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！啊，对吼，我的满命吸入啊！这里杨叔家西路啊，岂不是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，天塌无敌了，好梦成真，可你们已经没道理可以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，那这不就把这些猪打得明明冒冒了吗？即兴表演，魔音不胜，气能量心脏，诚实王翅，入魔必诛。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。别客气，这顿我请。公平决斗，时间到。但打这个波提欧真的好强。波提欧，混沌的神。好梦成真，放我过来，赏你了，如可知罪。真的是混沌的神欸，打太快了，单体之王，轻松。相反，各就各位。即兴表演，生命纯美如佳酿，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这边萨姆怎么打？怎么没吃饭？可你们已经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哎，萨姆是什么时候会开他弱点？嘿，时辰已至。点火，行动一，执行，打开了，行动一，执行。好梦成真，魔音不胜，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。时间到，目标已锁定，立即出击。超星星轰炸也太痒了吧！诚实王室，入魔必挠痒痒的。时辰已至。魔音不胜。吸收了龙火能量，行动二，执行，开始清扫。还是老样子，和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哎，完了，按错了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保持步调一致，即兴表演，公平决斗。
飓风，协议通过，执行纠结处置。气氛已经烘，合眼开场。就这一点水平，我方战绩全部恢复，原来会帮回战绩啊！各就各位，好梦成真。母音不胜，保持步调，即兴表演。当时入魔必输。来，放马过来，时间到。又想被揍了。好梦成真，气氛已经烘托到合眼开场，各就即兴表演。行动已执行，我和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为什么不带杨叔啊？走近点，让我瞧。感觉带杨叔已经好梦成真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！二等，点火，开始清扫。李峰，都给我站好了！目标已锁定，立即处决。稍等一步，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任务失败。啊！雪衣来干嘛的？杨叔为何不上？杨叔，你为什么不上？如今的瓦尔特不会轻易的出手。杨叔什么都会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请教瓦尔特先生。瓦尔特先生准备上场。丁云把装备还我。瓦尔特先生，啊，这一套是挺允的啊，先还他哦。瓦尔特先生甚至还拿着一颗冰球嘞，这个球太厉害了。瓦尔特先生需要一个大颗的天赋，得开呢。扒光别人的装，乱讲，那本来就是瓦尔特装啊。普茨有一半的几率会出来一个球。哎，我都没有球啊，好像要球哦。敬请期待。来吧，末日兽，自选主词条都用完了吗？好像还有。合眼开场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。瓦尔特的主词条就是力量嘛，攻击力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逃不掉的。替你瓦尔特提命啊！
逃不掉的。即兴表演，拼命是这样，我还超重复的。对啊，你打开他那个星魂啊。起爆！啊！使这一切燃烧殆尽。震撼，零。零啊！你怎么还在？啊，四点啦、啊！点燃星海。四点就是米哈游玩家起床的时间。又想被揍了。很想被揍。气氛已经烘，合眼开场。你在什么样子？这刀真是华而不实，有可能会被这个东西打死。生而战，战斗是一场设计，逃不掉的。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保持不好梦成真。丧依旧进攻，我想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你就等剧情，然后看马上跟上，看这个每日要不要打，其实打不打都可以，逃不掉的。各就各位，即兴表演。使这一切燃烧殆尽。一号加露西加派派，我建议是露西加派派两个一条路，啊，另外一支步调一致，好梦再随便组一个人。其实两个一组就很够用了。露西加派派两个人，刚好火焰加那个物理伤害双异常，就可以打出那个紊乱。然后用正刀来打硬直，一下就倒了。丁义明天不用上课，丁义永远都不用上课。我做功课，因为我一直就是用那两只打的。我从那个游戏刚开，我就放那两只在打。还有槟榔，我中间是有放一个槟榔，但我发现槟榔其实不是那么必要啊，因为怪实在倒地的太快了。同大家相处久了，总觉得自己也在越来越年轻。哟，我的阳叔突然大幅提升哦。一把抓住梦之珠嘞，即刻炼化。杨叔的战力还在上升，杨叔的黑洞已经来到120%的伤害了，无敌了，你成为真正的神。该上场了，没错，该上场了，终于。想不想来杯咖啡？终于把你给练好了，仪器也顶了。仪器，我看一下你要什么？泛银河商业两件套。好吧，我再帮你合成出来。泛银河商业两件套。定向合成，
楼上的就不用定了吧，球给他定一下，球我给你定一个虚数伤害提升。太神奇了，其实还不错。太神奇了，这个其实也不错。再刷两条看。反正第五世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了。哎呦，这么顶的神啊！超级破伤害到底怎么吃的、啊？超级破伤害怎么算呢、啊？生命那只真的顶装了，击破基础伤害乘以攻击消刃伤害，击破的基础伤害，哦，那会吃特攻哎、欸，那好像不该用这个虚数球的。哎呀，杨叔又要突破了，敬请期待。前方危险，燃尽务必小心。火鹰四星启动，又要更强了，杨叔。杨叔一把抓住路边的小怪，顷刻炼化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！好梦成真。气爆！逃不掉的。是这一切燃烧殆尽。每一场胜利该杨叔上场了，没错，该杨叔上场了，突破回来的不只是当年的热血与激情，杨叔的战斗力不断飙升，攻击力突破2100，啊，来了，没有经验书，哎，再去打任务就有啦，或者说已经好几天没打任务啦，杨叔的同行任务也还没解啊，还是那个是御空的，看没看过，我已触碰过天空是御空哦。迪欧花去哪里了，遗弃啊，你没看我的装备等级那么高，你要进入忘却之庭吗？我可是练了14只啊，好，刚刚说要怎么打来着，哎，楼下换杨叔嘛，那雪姨要去哪里，雪姨你想去哪里，
楼上也没位置塞你了。感觉就这样打了吗？楼下这个组合为什么看起来伤害这么低啊？在缺书啊，大家该满等的都满等啊。升个配置，燃尽，要雨露均沾哦。火鹰四式启动，你辛苦了。起爆，只治一切。对，看到自动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别砍，先别砍。火云四行已就位，尾声而战，逃不掉的。大真真，算了，你就砍吧，这样也没差，就这样打就对了。我来治治你。战斗是一场设计。这不只是一场战役，点燃星海。咕噜噜，导狼，后面那只刚好烧死，把猪叫出来。回忆暗，知道我是谁？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感恩戴德吧。火云四行已就位，尾声而战，逃不掉的。那白鹿就先来了哦，这刚好有白鹿的装哦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噔噔，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万真真，看着有点虚，嘿。仔细的修理修理。这都白鹿的装刚好来了、哦。而且又刚好有他的光锥，加入战场，起爆！就让你们九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非常感谢。好啊，僵尸拆掉了，哭啊！启动！哎呀，知道我是谁？这么大的钻石。逃不掉的。这样子气焰冲击文化好像会死呢。放开。前方危险，升个配置，小心燃尽了。要雨露均沾哦。我们有专案三千滴血，什么三千滴血，四千滴血。才六十等就有四千滴血，各单位警戒，进攻。飞，只治一切，燃烧殆尽。虽然我还是搞不懂他那张卡到底要怎么加伤害。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什么？他帮人补血之后，那个人打会有额外伤害，但没有很明显的样子。你病得不轻。仔细的修理修理。尾声而战，完蛋，不然把那只砍死了，哭啊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哎，还好哎，他没叫满。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这个额外伤害没有很高。是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。看他那样血看起来蛮高的，怎么补血的不知道几趴几趴来着？看什么看？这点燃星海，
逃不掉的。转圈圈，看着有点虚。看着有点虚啊。是啊，也是慢慢存就会有了。要被他气液冲击一次哦！就让你们看小葫芦里卖的什么样，没有颜色吗？又坏掉了！别死啊，黑塔！恩戴德吧。哎呀，知道我是神，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逃不掉的。嘟嘟嘟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转圈圈！啊！气液冲击！蘑菇！加水！很有颜色嘛！加入战场！只这一切！哼，还好有补血。为生而战！差点要上天了。逃不掉的。机子一直偷出哎。战斗现场设计。是有人偷出很麻烦啊。火灵四型已就位。点燃星海。加水加的十分的不好，就让你们看小葫芦里卖的什么样。谢谢，我会继续战斗。我的机子阿姨这样也快要上西天了。这不只是一场战役，为生而战，逃不掉的。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收到，也包括我。收到了。转圈圈，下个礼拜比较闲了，就可以把那个同行任务都解一解，就会把石头都领一领。我还能抢救下，想我了吗？他那个加水真的是在乱加的。进攻。什么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我的萨姆被拍死啦，又怎么啦？前方危险，圣母陛下小心。那奇怪，刚刚不是稳稳的吗？要雨露均沾哦。火鹰四星启动。目标出现，各自起爆。使这一切燃烧殆尽，点燃星海。转圈圈，火灵四型为生而战，逃不掉的。啊，原本一切都好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这样哎。仔细的修理修理。边两只被烫。这不只是一场战役，点燃星海。转圈圈。哎，对，转死了。好，别偷猪，别偷猪，一切好说。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逃不掉的。猪被偷了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
铁包扣稳了你。转圈圈，哎呀！刘盈只有超级破的伤害，是你们不懂刘盈，我的是直伤刘盈啊！尾声而战，逃不掉的。噔噔噔，看着有点虚，嘿。我的是直伤 DOT 刘盈啊，生命装的。气爆！别愧疚了，就让你们酒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没有颜色吗？哎，企业文化冲击！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逃不掉的。转圈圈，感恩戴德吧。战斗是一场设计，我来治治你，张嘴。很有颜色嘛。萨姆，萨姆开锤，燃烧殆尽，点燃星海。超级末杀的怪还是不会直接带动，还是不会直接满成那样啊。我想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逃不掉的。等价交换哦。你不行。我有等价交换。啊？蘑菇啊，很有颜色嘛。救命啊！就让你们救。用等价交换是比他这一张非常感谢专属的好啊。已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转圈圈，一死等了。你都留影的一啊，已经死等了。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刘颖240能量好像是角色里面最多。知道我是谁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直伤刘颖不是啊，就算是直伤刘颖我也得变身啊。气爆，看什么看？但是我的刘颖卡住了，变不了身啊。你病得不轻。僵尸啦，知道啦，二阶段卡猪啊，加入战场。奇怪，我原本打这里是用这一队吗？是不是哪里怪怪的、啊，我刚刚楼上是放这个样子的吗？帽子是可以上来了，我下给丫丫好了。
怎么可能刚打得过，现在打不过？刚刚是打过了24回合吗？想想该怎么对付他。升个配置，燃尽我，火鹰四星启动。因为刚刚还是满血，顺利的打。考验默契的时候。我每周60等，那个时候我的满等就只有60等了。气爆！非是这一切，燃烧殆尽，点燃星海。逃不掉的。气氛已经合眼开场。我会为自己夺尾声而战。大千山逃不掉的。嘟嘟嘟。哎呀。确实是没有特别缺啊。点燃星海。保持即兴表演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。真要有的话，其实去打一下，随便去刷一下经验宝就有了。但我会选择来打仪器啊，因为那个东西会一直送。尾声而战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点燃星海，逃不掉的。仪器的等级比较重要。节奏乱了，那个经验值总有一天会吃满的。好梦成真，不用特别去说。逃不掉的。气氛已经烘，合眼开场。不行，哎呀！仪器的提升大很多，逃不掉的。大千山，知道我是谁？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尾声而战。咯咯咯。气爆！战斗是一场设计。各就各位，即兴表演。丧已进攻。OK， 罗藏打死了。注意敌我形势。上膛。留下了你。杨叔开锤。没有猫猫，楼下比较难打弱点了。拿出真本事吧。小技巧。援助来得很及时。还得来吃枪子了。这个丫丫又不知道是来干嘛的了。公平决斗。切。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。哪个比较凶啊？这个好麻烦一点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开始吧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都给我正！哼，少你了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交给我吧，一切就交给杨叔吧。真是难缠，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，还得来吃枪子了。公平决斗，不能倒下。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嘿，时间到！
你会为此付出。摩提欧这个伤害是真的厉害啊！开始吧，都给我站好了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你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放我过来。把你变变啦，那没有人可以打破弱点啊。杨叔，你怎么打不破弱点啊？退下。别客气，公平决斗。切，少你了。排队来吃枪子，时间到。原来瞄准还在啊！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哎！哎，按错了！随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好啊，连手枪上膛都按出来了。这份力量的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不是啊，怎么踢了一脚啊？哭啊！好啊，现在又没有人可以打弱点了，萨姆已就位了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！都给我站好了！现在谁能打萨姆？放我过来！杨叔，怎么办？这份力量的沉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你该怎么办？这一战不可避免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交给我吧。我感觉我别无选择，我这里只能 buff 杨叔了。又想被揍了？刚来手打错了，真是难缠。龙火起爆，行动已执行。行动已执行。开始吧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你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退下吧。可以，杨叔，我感觉这把有救了，大概。目标已锁定，立即出击。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小弟想，援助来得很及时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和你们已经没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切，时间到。歼灭余安，开始清扫。哎，原来他是有伤害的。你会为此付出代价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排队来之前，少你了。来考，及时的治疗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生存还是毁灭。你别无选择。杨叔再推个条，协议通过，执行纠集作战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和你们已经没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退下吧。
这个电视机炸一下，好像有人要走呢。又想被揍了，小弟想。援助来得很及时。冬儿，大绝情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经过你一执行，怎么还没动啊？没钱呢？又怎么啦，萨姆？萨姆，你又怎么啦？强敌在前，拿出货币来。上膛，留下来吧。瞧着点。打错了。拿出魄力来，我来打头阵。上膛，留下来吧。八 T 有可能打不完的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没事。要不是我刚刚这里打错了，我二阶段还有真本事，还有个大可以开。都给我站好了，放我过来。和你们已经没道理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交给我吧。杨苏请开始击破敌人。为什么要让杨苏吃点呢？给他一枪，又想被揍了。朋友们，还好下半，请享用吧，不难打。排队来时，放马过来，时间到。其实是不难打的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嘿，少你了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惨点啊，加拉赫！嘎啦嘎啦，请你来是来惨点的。退下，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没吃饭，都给我站好了，公平决斗，时间到。看来要吃点苦头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排队来吃枪子了，放马过来，赏你了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刚刚那一瞬间确实开始吧，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让杨叔吃这个。退下吧，都给我站好了，时间到。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这一战不可并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公平决斗，赏你了。又想被揍了，首长，我还有100练度的血衣哦，血衣流萤波提欧浮旋白鹿西鹿啊，杨叔嘎啦嘎啦，停云板鸭选一个，放马过来，交给我吧。开始清扫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别无选择啊，我杨叔要发飙了。吃点怪物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
举报！行动！来了！行动一执行！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。基本上呢，火刀哥应该是可以先处理了。要自掘坟墓。看我的狙击！哎，对，开始吧。还狙着，枪还举着。请助我一臂之力，都给我站好了，公平决斗，时间到。很有自信吗？目标已锁定，立即处决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生存啊，还想走啊？你别无选择。觉得哪里打错了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怪怪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开始清扫，那是气得不要心脏。切，少女们，可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你会为此付出代价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排队来吃枪子了，放马过来。烫的嘞。交给我吧，小烫，退休吧，小弟想。援助来得很及时，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哎，对 ，A 错人了，不能倒下。不用管我，协议通过，执行交子作战。行动二，执行。行动一，执行。杨叔被敲死了，都给我站好了。不是啊，这 A 错人啦。强敌在前，拿出货。哎呦，你怎么突然 A 了旁边那一只啊？留下来吧。燃烧模式板压不开战技。好，拿出真本事吧。其实我不太知道他燃烧模式在干啥，战机就会被烫，是不是？公平决斗，和你们已经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，开始吧。请助我一臂之力，少女们，就这一点水平？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，交给我吧。烫烫归烫烫哦，他有烫烫归烫烫这回事哦。退休吧，真是难缠。哼，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那个不就是把他击破吗？公平决斗，和你们已经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排队来吃，时间到。又怎么啦？强敌在前，拿出魄力来，也不妨一试。上膛，留下来吧。加里奥这期虚构没什么好凹的，阵容摆对就会赢了。拿出真本事吧，打对就会赢。都给我站好了，放马过来。排队来吃枪子了，和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，开始吧。请助我一臂之力，都给我站好，傻
找你了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交给我吧。为什么全打在猪上了呢？真是难缠。排队来吃枪子了，放马过来。你会为此付出代价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都给我站好了，切，时间到。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和你们已经没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这份力量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小记下。援助来得很及时。开始吧，退下吧。开杀！风平决斗，赏你了。别放过任何破绽。又想被揍了？存个点点。交给我吧。放马过来，解决。时间到。好，没有再熬的。只要不打错，你就不会输哦。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这个戏就是，只要你不打错，你就不会输哦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哎，对。怎么踢了一脚？哎，没事，这其实也没错。我觉得踢这一脚其实也没错。和你们已经没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踢这一脚没有错，确实是该踢这一脚。开始清扫，没有回信吗？请助我一臂之力，这样省一点。排队来吃枪子儿，公平决斗。这样省一点嘛，不然刚刚要多耗一点打他这个。二上点火，还会被打比较痛。算是小细节。你怎么打？来一拳。开始吧。都给我站好了，放马过来，时间到。目标已锁定，立即出局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你一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梁叔其实也没吃几点嘛。退下。这个会被烫到剩一滴啊！和你们已经没道理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来一口。援助来得很及时。歼灭玉安，开始清扫。交给我吧。这可能不是一滴还是两滴的问题，是快上西天的问题。退下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排队来吃枪子了。公平决斗，时间到。协议通过，执行究竟作战。不会管我。又怎么啦？怎么又别无选择啦？为什么你会死啊？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行动二，执行。和你们，要么我只能说，其实要么自掘坟墓。行动一，执行。不用决议。不用管我。
原来雪衣是有，雪衣是有价值的。我说的是鸭子，鸭子下去，不如雪衣跟西路瓦，西路瓦至少电得快，一下就消刃了。护盾角克制萨姆，护盾角来啦，球呢？为什么是这个球？球呢？是这个东西吗？好像是这个球。对嘛，这样就对了嘛。浮旋哦，浮旋打这个就没用，这个对手是 AOE 的。哎，让我嘎啦嘎啦浮血量变少，所以我们赶快的把它电穿。怎么收拾它，全看我心情。敬请期待，燃尽。火鹰四式启动，小伤。考验默契的时候，即兴表演。加入战场，起爆！废弃这一切，完全就是那个补血量，不耐心。为生而战，逃不掉的。咕噜噜。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。我会点燃星海，转圈圈，逃不掉的。转圈圈。知道我是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我想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为生而战。嘎啦嘎啦、哦！点燃星海！嘎啦嘎啦，那边蛮好打的。这不只是为生而战。好梦成真。看什么看？哎呀，逃不掉的。气氛已经烘托，可以开场。为你准备的，哼，逃不掉的。嘟嘟嘟，嘟嘟，点燃星海，转圈圈，各就各位，即兴表演。哎，不妙！哎呀，吃这一拳！哎，哎，没死，好像还能打，但又好像不太能打，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桑姆已就位，这样好像会打不了呢。桑姆不能变身了。萨姆怎么没豆子啦？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逃不掉的。咕噜噜，看什么看？哎呀！好啊，换黑塔死掉了。谁？又是谁在偷豆子啊？又怎么啦？升个配置，务必小心，燃尽吧。敬请期待。
火鹰四星，豆子了，豆子了，刚刚还在的。考验默契的时候。好梦成真，进攻，飞使尽一切，燃烧殆尽，为生而战。反圈圈，逃避。等等，肯定有个人是吃不了豆了。气氛已经烘，合眼开场。我会为自己夺得点燃星海。逃不掉的，转圈圈，啊！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这不只是一场战役，为生而战。保持即兴表演。那个光锥是不是？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火萤四星已就位，点燃星海。噔噔噔，知道我是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为生而战，逃不掉的。受到攻击。尼诺康里的酒杯人啊，节奏乱了。我觉得浮雪就好梦成真，起来蛮奇怪的，逃不掉的。气氛已经烘，合眼开场。你不行。哎呀，转圈圈，仔细的修理修理。逃不掉的。转圈圈，转圈圈。各就各位。加入战场，进攻。还有什么看？战斗是一场设计。即兴表演。气爆！正适合练练手。西路啊，可能身上真的没有光锥哦。上膛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留下了吧。摇滚不止，他可能现在是空装哦。拿出真本事吧。排队来持枪，放马过来。对阿伯也不好说，其实也不好说。和你们，不能确定阿伯带的是哪一张。要自掘坟墓。退下吧。捧场的人还不少，跟上我。准备好释放反抗，摇摆沉沦。就这一点水平。朋友们，阿伯可能是带另外一张啦，应该是带那个早餐，哎，能量那一张。我过来，时间到，开始吧。怎么没吃饭？怎么马上醒了？有两下子，有两下子，你怎么醒的？怎么没吃饭？
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交给我吧。啊，本有可能是带那个能量越多伤害越高那一张。这力量的城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我印象中昨天给他换的。看来要吃点苦头。造起来！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排队来吃枪子了，公平决斗，赏你了。开始吧。准备好施反抗，摇摆沉沦，有两下子，你有两下子啊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放我过来，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好像应该要留这个能量的。退下吧。尖叫呢？又想被揍了？都给我站好了，公平。我还想跑、啊。时间到，交给我吧。这份力量的沉重。你一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这猪该不会还真给他跑？开始吧。这首歌送给你，造起来。没事，猪跑不了。行动一执行，没有自信。行动一执行。开始我们的残点之旅，小迹象啊，神清气爽，放我过来，交给我吧。跟上我，准备好施反抗，摇摆沉沦。捧场的人还不少，尖叫呢。没吃饭，和你们已经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。希鲁瓦的击破几乎没有任何的击退效果，敌人是直接动。有两下子。浓火起爆，开始清扫。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的击破是给伤害，尽情享用吧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又想被揍了，但好像也没有看到一个大伤害喷出来。跟上我，准备好释放反抗，摇摆沉沦。行动二执行，行动一执行。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小迹象，我猜这不是免费的吧？都给我站好了，公平决斗，时间到。和你们已经没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拿行动几而一直扁就对了。好啊，电视又醒了。跟上我，准备好释放自己了，反抗，摇摆，沉沦。协议通过，执行焦土作战。焦土作战。
歼灭玉安，准备好释放自己，反抗，摇摆，沉沦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！开始清扫。没钱呢？排队来吃枪子了。又怎么啦？放马过来，赏你了。交给我吧。哼，重头戏来了，尖叫呢？很怪，很怪，很怪，很怪！都给我站好，公平决斗，时间到，和你们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赏你了。这份力量的生存，这样哪里打怪怪的？你别无选择。这首歌送跟上我。萨美杀得太慢了。行动已执行。排队来吃枪子了。放马过来，又锁弱点了。开始吧。尖叫呢？准备好是反抗、摇摆、沉沦。不行哎，没人拉速度。波提欧没有两动，其实灌不太死他。浓火起爆，开始清扫。我有管吗？朋友们，哎，萨姆的韧性条好长啊。随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没钱呢，交给我吧。捧场的人还不少，跟上我。这首歌尖叫呢，准备好是反抗、摇摆。萨摩韧性条超长的，超难消的。协议通过，执行究竟负担。这份力量的生存还是毁灭。好啊，打得比一开始还久很多。你别无选择。都给我站好了，公平决斗。开始吧，退下吧，交给我吧。横躁起来。行动已执行。怎么没吃饭？小弟想，我猜这不是免费的。说不定还不一定。朋友们。尽情享用吧，下回合大概可以消失。和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开始吧。哼，重头戏来了，跟上我，准备好是反抗、摇摆、沉沦。重头戏来了，这样乱打。这首歌送给尖叫呢，他是真不会死，让我瞧瞧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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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原本就两星啦、啊、原本那一个好像打十二吧，原本有雪衣在，还消刃还消得比较快、欸、雪衣你是对的，你是有用的，你真的很强。哎，有雪衣结束了，这位吧，打完收工。升个配置，要拿他练个手吗？敬请期待。燃尽吧。火影死意喽！要是有物理弱点，我这波提欧嘎嘎的杀。考验默契的时候，即兴表演。加入战场，起爆。飞使这一切燃烧殆尽，暖圈圈，气氛已经合眼开场，为生而战，逃不掉的。咕噜噜，仔细的修理，
点燃星海。到。为生而战。管春春，知道我是神，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火云四行，点燃星海。逃不掉的。哇，他刚三分之二打掉一个三的，不会变成好梦成真，不会再变回三分之二。合眼开场，看什么看？觉得满天穿，哎呀，逃不掉的，真的很伤。我想，谢朱莉杰里。过了啦，这样怎么过？为生而战，反青春。啊，你怎么没死啊？保持步调。哭啊，元神，怎么没死啊？桑，你就位。起爆。知道我是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战斗是一场设计。咕噜噜，仔细的修理修理。有点小意外，元神竟然没死，我差点死。各就各位。加入战场进攻。非失去一切，燃烧殆尽。可能真要死嘞！管春春，我想你可能真的没事，他死了。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，逃不掉的。这台的DC都在哪里聊天？我也不知道。请多留意。上堂。这问题问得好。应该在 DC 的某一个群里面。拿出真本事吧！排队来吃枪子，放马过来，都给我站好了！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。哼，原本都打右边的出问题，我先打左边的。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交给我吧。退下吧，如可知罪。怎么没吃饭？走近点，让我瞧瞧。来一口。抱歉，右边的比较强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排队来吃枪子了，少你了。魔音不胜，就这一点水平，没劫呢。不对，这个电锯哥其实比较强。这份力量的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包括仪器，我的体力全都是打仪器啊，不然你以为体力去哪里？只是很多人要穿啊。都给我站好了，放马过来，时间到。和你们已经没道理可讲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哎，对了，赏你了，交给我吧。时辰已至。又想被揍了。诚实王室入魔必中。欧提欧换速度鞋啊，时候应该是还没到啊。魔音不胜，别客气，公平决斗，时间到，开始吧。
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哎呀，少打一点，少你了。哎，没事了，没少打了。行动已执行，伤不到，不用管我。就扁上午，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火刀哥决定直接无视，交给我吧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你别无选择。电视机，开始吧。电视机原来才是最麻烦的。波提欧衣服也换生命，开始清扫。波提欧本来就是穿生命衣啊。来吧。运动机注意复原。方法过来。时间到，谁波提欧不穿生命衣的？如可知罪。目标已锁定，立即处决。诚实王室，入魔必诛。伤到又如何？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伤到又如何？行动已执行。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呀、啊？和你们，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母婴不胜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你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萨姆，你怎么那么快呀、啊？交给我吧。退下吧。时辰已至。协议通过，执行焦土作战。焦土作战，都给我站好了，赏你了。好啊，看来要吃点苦头。怎么又要醒啦？为什么萨姆可以醒这么快啊？这份力量的沉重，你一无所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母婴不胜。进来，开始清扫。什么状况？来考，我猜这不是免费的吧？朋友们，猪没打死，请享用吧。那这猪等等会被乱流打死的，不用理了。排队来吃枪子了，放马过来，时间到，开始吧。猪这里已经没差了。二上点火，行动已执行。什么？没吃饭？诚实王室，入魔必诛。母婴不胜。立即出去，都给我站好了，赏你了。退下吧，走近点让我瞧瞧。YT 哦，我现在 YT 应该是有整段的了，及时的事。只有放版权音乐的时候，那个片段会被剪掉。享用吧。行动二，执行，
开始清扫，进得了心脏，如可知罪。诚实王赤，入魔必诛。魔音不胜。协议通过，执行纠结作战。和你们这怎么输啊？要么手枪上膛，要么自掘坟墓。切，时间到。任务失败。一枪直接把你爱死。雪姨真的好强啊，萧刃的王啊。拜托让我看一下第十一。进入忘却之庭吗？是物理弱点。可以杰哥了。十一也稳了。有空再打，收工。我今天开好久。哼，全都有弱点，随便打。他是锁弱点，我可以打到他动不了啊，他锁弱点。去 ET 那边，这么晚了也没什么人开了，那就直接睡了吧。就让大家留在这里安息。欸，罗杰都开很晚欸，罗杰都在晚上练牌。他这个麻将说不定跟我已经有得一比了。